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来探讨《大智论》卷79，请翻开讲义2296页。论的地方，上次说了一些，我们很快的再复习一下啊。赞叹菩萨般若行殊胜，劝大家修学般若波罗蜜。佛应可地势跟须菩提啊。首先地势自己，请问佛说我跟佛还有须菩提这样的问答般若法义啊，是不是随顺正法？我这样的回答是不是正确啊？那外人就问起一个问题：那舍利弗尼为什么要自己起疑来问佛这些话呢？那论主的回答是说，因为舍利弗尼他还不是一切智人，他只不过是证了初果，那恐有错误，所以请佛印证。另外，因为在般若会上还有很多不退转菩萨、漏尽的阿罗汉，还有离欲的诸天他们看到地势跟佛须菩提问答，心不怯弱，他们心里起疑，说：哎，他怎么能够跟佛问难穷究诸法实相啊？第三说地势自己知道他所说的。诸法相并没有违背或错谬如果得到佛的应可可以令听者信受那因为地势他是得到初果，他也证得诸法实相的少分所以佛也为他应可那另外就问到佛为什么应可？地势答曰：地势虽然不是一切智人但是他经常听佛说法，读诵力强所说如果有道理，那佛也应可那有闻思修慧有的人闻慧思慧明了也能够跟修慧人问难。所谓修慧，就是跟禅定相应。的智慧才可以叫修慧闻慧思慧，它是没有跟禅定相应，所以它还是善心的听闻思维那譬如阿难他没有离欲，未得甚深禅定，也可以跟佛还有漏尽阿罗汉论义随顺正法，不相违背甚至佛。还把般若波罗蜜付诸给阿难令他好好流通那佛也应可须菩提因为须菩提他是解空第一他是大阿罗汉好，我们看较量功德经就提到须菩提，他虽然是解空第一，但是这是最。声闻来说了在声闻众里面它是解空第一，但是如果比起菩萨的空行，那是不及菩萨的1%甚至更多了百千万亿所不能及等等那有人问法空众生空有什么？不穷尽的吗？为什么说须菩提的空行不及菩萨的1%呢？这边回答：佛此中自说，除了佛以外，诸二圣人没有比得上菩萨的。佛当然是体悟实相最圆满的啦，再来是菩萨，再来是辟支佛，还有阿罗汉等等，诸法实相有种种异名，
有时候说空，有的时候毕竟空，有的时候般若波罗蜜或者无上菩提啊。这里说诸法实相名为空行，所以这个地方主要论主先从三圣共入实相来谈啊。虽然是三圣共入实相，共入诸法实相，但是智慧呢有立有顿，而且入有浅有深啊。大圣在其他地方也有提到一个譬喻啊，譬如说两个人在砍树，那有的人他技巧很好，又拿个很锐利的斧头啊，三两下就把树砍倒了。那有的人呢，他是砍了半天啊，这个斧头又很钝啊，砍了很久很久很久，这个树才倒，最后树都是倒了。从倒了来讲是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呢砍的技巧啦，速度啦，这个还是有差别的。所以这里就提到，如一切声闻弟子当中，须菩提他算空行最胜，但是比起佛还有菩萨还是不及的啊。诸菩萨的空行除了佛以外他是胜过二圣的。何以故？智慧分别立顿而入有浅深，虽然都名为得到诸法实相，但是立根者得到的是清楚明了。譬如破案故点燃灯烛，这个案就是表示无明了，那燃灯就代表智慧了。那如果更有大灯的话，光明更加的殊胜。当知先前那盏灯虽然能够照明，但是还有维系的暗，并没有穷尽。如果能够照亮穷尽的话，那么后面的灯就没办法发挥它的作用了。而行空者也是一样，虽然同样得道，但是智慧有立有顿，无明有断尽有不断尽，唯有佛智能够断尽诸无明，就佛能够彻底穷究诸法实相不断断除无明一切的习气 也都能够灭尽无余。这是从三圣共入实相，但是智慧有立顿入有浅深来说那第二点是从悲愿来谈二圣人没有慈悲心没有像佛菩萨那样子的大慈悲心他还是有法缘慈，但是没有像佛还有大菩萨的无缘大慈没有沿土熟生的心愿没有度化众生净佛世界的心愿，他也没有想要具足无量佛功德的心愿没有转法轮度众生。那如果是佛的话，佛入无余涅槃，甚至还会留法来继续度众生，这有的会留化佛来继续度众生佛会有这样的愿，即使自己入无余涅槃，还会留化我继续度众生。但是二圣没有这样的以法度众生之愿也没有三世度众生之心这三世是指佛当他修菩萨行的时候，这就过去世嘛做佛时就是现在正在做佛转法轮度众生灭度之后还有把法付诸弟子啦或者是在留舍利啊色身舍利法身舍利希望这佛法再继续弘扬
因此不能只是以空行的缘故来说声闻的空与菩萨的空相等。复次，二圣人得空他有分界有限量，而诸佛菩萨无界限无限量。比如有人口渴来喝河水他自己解渴就好了，他不可能一口喝进千江水啊，那怎么可以说都是行空啦，应该都平等才对啊。其实同样在喝水每个人喝的不太一样，虽然都是解渴的啦，但是所喝的量还是多少不同。又如毛孔空欲比十方空，无有道理。这毛孔空就是比喻二圣的智慧所体悟的空行，十方空就是佛菩萨，空的值是一样但是量是不同的。因此说须菩提的空行比起佛菩萨它是千万亿分不及一。佛分别空行之后告诉弟士如果欲于一切众生最上欲超越一切众生之上，应当要行般若波罗蜜佛智说因缘，菩萨学般若波罗蜜空行，虽然学空行而又不取着空相的缘故超越二圣，得无生法忍入菩萨位，入菩萨正性离生的缘故具足佛法佛法这里指的是菩萨道就圆满具足菩萨道。菩萨道具足的缘故将来会得佛的一切种智，得一切种智故名为佛佛是断尽一切烦恼习气之人。而这些事就是得无生法忍，还有具足佛功德还有断烦恼习得一切种智，这些事情都是以空行为根本没有空的智慧不可能得无生法忍不可能得一切种智。好，因论生论，万问道，涅槃是心行除灭已道断的它是无量的，你怎么可以说二圣所得是有限量的呢？好，答曰：说智慧有分限有量，而不说诸法的法性有分界有限量就智慧入有浅深那这诸法实相这样的法性本身呢是无为法，不再有分别所以出果的圣者他已经体悟诸法实相，佛也是体会诸法实相，但是他入有浅深难道你没听说大水的譬喻吗这是容器有限量并不是说水有限量就同样是水每个 各取的多少不同。复次，有量跟无量这是相待法对凡人来说是无量对凡夫来讲这水已经很多了，像大海水已经很多了，认为是无量，但对佛来说佛还是能够知道这大海水的量佛皆能量所以这圣者三圣的圣者虽然都是体悟诸法实相，但是得一部分的体悟诸法实相，得少分的是出果，再多一点的是二果三果四果再多一点的是比支佛
再多一些的是大菩萨啊，那能够究竟穷尽法性，也就是彻底证悟诸法实相的圆满的，那是佛啊。那会中有诸天，就以天花来供养佛，还有比丘僧啊。如经中所说，那其中有800位比丘啊，他就拿着花来供养佛，而且发无上菩提心啊。那外人就问呢，诸天他供养花的时候，他不但有供养佛，还有供养僧啊。但是这个800比丘啊，他为什么只有拿着花供养佛，而不供养僧呢？论主回答：因为诸天呢善花，有供养佛、供养比丘僧，而这些比丘呢，是他得到天所善的花，堕在他的袈裟上面。他是这样才拿到天花的啦，他看到这个花色香甚妙，所以他发心供养佛，因为这个花也是天散在他身上的啦，他也只能，因为不多嘛，所以他只能供养佛了，那就发愿，我从今天开始当行无上行。所谓无上行，就是毕竟空无相无作，这是三解脱门啊，但是他修三解脱门不是为了自己入涅槃，他是为度一切众生而修空无相无作啊。那这样的为度一切众生来修空无相无作啊，就不是二圣所能及的啊。尔时佛就微笑啊，微笑意如之前恒伽提婆品中说。那这800比丘都是善知识啊，同样行六度啊，心平等，世世共修集功德故，同时做佛，也都同样一个名号啊。五色天花供养佛的缘故啊，那世界经常下这五色天花，佛因为这个事情而赞叹般若。这样子说，阿难，欲行最上菩萨道，当行般若波罗蜜啊。那菩萨能够行般若，大致上是从两个地方来啊，一个是从人道中来，另一个是从多率天上而来啊。那这里解释啊，为什么不从其他地方来？其他地方啊，首先就谈三恶道。三恶道中的众生，罪苦比较多啊，他不能够行深般若。那六欲天啊，除了多帅天以外，这些欲界天，他们贪着静妙的五欲，心者狂惑，不能够行深般若啊。这里就提到三恶道，还有多帅天以外的欲界天啊。另外有色界天，就初禅天、二禅天、三禅天、四禅天，他们身着禅定位啊，位着禅定乐啊，也不能够行深般若。而无色界啊，它没有色，没有色身啊，也不能行深般若。鬼神道、眼根等名利，鬼神道、眼根比较名利，那对外境就容易分别啊，因此诸烦恼覆盖他的心，因为烦恼覆心，故不能够专注来行深般若。那相对于诸天还有鬼神来说，这人道苦乐参半啊，
他的苦没有像三恶道那么苦，他的乐也不及诸天啊，他是苦乐参半。天上太热，他不容易体会到苦无常啊。那三恶道太苦，又太苦了，没办法修学啊。人中苦乐参半啊，正好。而人的眼等诸根不猛力啊，没有像鬼神道那么猛力。身多地种，就是地水火风来讲哈，人道的地大比较多，就比较出众了啊。那没有像鬼神道啊，这到哪里飘来飘去就很迅速啊。那鬼神道眼根力，然后地种少，飘来飘去，容易攀缘外境起分别，不能专注行般若。而人啊，正好显得比较稳重啊，苦乐参半，所以能够控制苦乐，能够掌握苦乐啊，来协调的恰恰好而行般若波罗蜜。这是人道中行般若殊胜的一个理由啊。另外，都率天上，因为常有一生补处菩萨啊，于都率天啊来说般若波罗蜜啊。那诸天经常听闻一生菩萨、一生补处的菩萨说般若啊。五欲虽多，但是法力啊强盛啊，所以啊，再来这个。人间听闻般若的啊，大致上就是过去生从人道中来啊，或者是都率天上来。那在其他的地方也有提到，从他方佛世界来啊，也有其他地方有提到啊，从他方佛世界来。若齿间有般若波罗蜜出来啊，那这里的齿间可能有两种说法，一个就是人间了啊，提到人间，并不是说啊人间往生以后一定会升到听闻般若的地方，不一定啊，而是他曾经听闻过般若啊，那在升到有般若的佛世界来啊。另外，或许是包含了人间跟兜率天啊这两个地方啊，都成为此间啊，就是在归纳啊上面人道中来还有兜率天来啊，也有可能是这么解说。那这么解说，主要是前面是他方，啊，那后面是此间，啊，这样来相对说。复次阿难，啊，如果有求佛道者，能够请问，能够信受受持乃至正意念般若波罗蜜，当知这样的菩萨，啊，佛经常以佛眼来观照这些人，应当心里这样想啊，我等便是亲从佛那边来听闻般若受持般若啊，是从那边发心发无上菩提心种善根，并不是从二圣那边听闻而发心啊。阿难，如果有人信心清净不可破坏者啊，当知这个人过去世已经供养无量诸佛，有多重善根啊，又被善知识所守护，所以能够受持般若啊，不会被破坏。问曰啊，佛亦名为宝，亦名为无上福田，如果有人
在佛的福田那边种善根，啊，必以三圣法入涅槃不虚，啊，有可能声闻法，啊，或者是缘觉法、必知佛法，啊，或者是佛法，入涅槃，啊。啊，底下举《法华经》的说法，啊，就是说在佛那边种了善根，啊，将来会得到解脱，啊，如《法华经·方便品》说，啊，有人或许以一朵花，啊，或者少许的香来供养佛，乃至一称南无佛，就皈依佛，啊，像这样的人，以这样的善根福德因缘啊，将来都可以成佛，啊。那外人就问啊，像这样子供养佛，在佛那边种善根，将来都可以成佛了，哦，所以有人就这样想，我只要行五度就好了，哦，如《法华经》所说，啊，他这样子 一朵花或者香，哦，或者称南无佛这样的布施，哦，或者持戒等等，行五度将来都会可以成佛啊，将来都可以成佛啊，哦，所以欲作佛的时候，那时候再来观空，何必常行般若波罗蜜，这个般若波罗蜜啊，是难知难行，是这样的空行难知难得啊，何必经常去行，我先行五度啊，要做佛的时候，那时候再来观空不就好了吗？答曰，就因为这样子，所以佛，哦，有人可能会这样想，所以佛自己回答阿难，哦，于佛福田中虽然不虚狂，哦，就是在佛福田中种善根，哦，虽然，啊，有这个因缘将来会得解脱，哦，是真实不虚的，但要得三圣入涅槃，应当了了行般若波罗蜜，就是要得涅槃呢，还是要行般若波罗蜜啊，其他的五度也要。那特别，想要以菩萨圣、以佛圣，得成就的，他必须一切种智了了行故，对于佛智啊，要清楚明了来实行，才能够很快得佛道。所以这个空行般若行还是需要的啦，有这样的空行般若行，才不会久受生死苦。菩萨虽然常在三界度化众生啦，但是如果有般若力的缘故，如果有般若力的话，那就不会觉得是生死苦，所以般若还是很需要的。般若有如是等利益功德故，应当行。好，阿难，般若有这些功德利益，那我委托你，希望你好好弘扬。啊，万人问，佛都没有贪着啊，甚至一切种智，还有佛的无碍解脱，这些清净微妙诸佛法尚且不贪，那为什么要以般若波罗蜜这样子殷勤付嘱阿难？这番殷勤付嘱阿难，会让人家感觉好像以贪着吝惜的样子，会令人家觉得，哎，佛是不是贪着吝惜，给人家有这样的感觉。好，答曰，诸佛为利众生故，出现于世间，现32种相好，32相80种好，无量光明神主变化，都是为了众生。而第一利益众生的，主要就是般若波罗蜜，没有超过般若波罗蜜了，真能够利益众生的，主要就是般若波罗蜜，因为
般若是智慧嘛，那能够断除种种的苦。而般若波罗蜜因语言文字章句可得其意，这是文跟意的对比啦，那文以载道嘛，因为般若的语言文字，那能够表达般若的正义，因此佛以般若经卷殷勤付嘱阿难。复次，有人看到佛殷勤付嘱，故言佛大事办，尚且这么样的尊重般若，那这样的般若一定是非常的尊贵，非常的微妙。譬如大富长者临命终时，拿得很多的财宝给儿子，那另外呢又以如意宝珠殷勤的付嘱他说，你千万不要看清这个如意宝珠这个如意宝珠它没有固定的颜色了，它的质看起来像虚空一样但是呢它是非常微妙不是一般人所能够识别的。你不要因为看到这个如意宝珠没有固定的颜色啦那微妙难事没有好好加以守护。这如意宝珠等于是可以随心所欲你想要什么它就是随你的心意能够实现什么。如果你丧失其他的宝物还好，但是这个如意宝珠千万不可遗失这大富长者就是譬喻佛，那如意宝珠就来譬喻般若波罗蜜如意宝珠是世间的宝，而般若波罗蜜呢是法宝以般若波罗蜜来付嘱给阿难，说你好好受持守护不要忘失。除了般若虽然有十二部经即使都忘失了过失还少，但是如果忘失了般若一句，他的罪过就很多因为这些经以前都是用背诵的了所以才会说忘失般若一句因为以前是背诵的那阿难他的这多闻第一，而且这陀罗尼受持经法的力量特别强所以佛有付给阿难这样的重任何以故？这深般若法藏是十方三世诸佛之母，能够令人很快成就佛道。如经中说，三世诸佛皆是从佛母般若波罗蜜那边而得乃至为声闻人说法，其中皆是赞叹般若事为声闻人说法，这个要看一下2292页讲义2292页最后一段佛对阿难说，即使你为诸声闻人说法，能够令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所有的众生都成就阿罗汉果即使是这样的话，那都还不足以是为我弟子做弟子事都还不足以说是佛的弟子所应做的事但是如果你能够以般若波罗蜜相应一句法
来教导菩萨，那就是我弟子事，我也欢喜，胜过教三千大千世界中的众生，啊，一切的众生都得阿罗汉果。所以啊，论这个地方是略说了哈，乃至未生人说法，这是用来衬托啊般若的殊胜。好，问曰：说法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尽得阿罗汉，为什么不如以般若一句来教菩萨呢？啊，令这么多的众生得阿罗汉，不是很好吗？啊，为什么不如以般若一句来教菩萨呢？啊，答曰：是是，这样的事情啊。之前虽然回答了，现在更略说。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虽然皆得阿罗汉，但是他们都是以制度为主啊，不能够做佛。但是如果我们说般若一句，听闻者啊种下这个因缘啊，他好好修学，最后成就可以成佛啊。譬如有人种了很多的果树，倒不如有一人种一如意树。果树再多了哈，不如这一棵如意树，能够随人所愿，啊，随他的心意都能够满足。好，底下是在比较未生闻人说法跟啊为菩萨说大乘法啊的差别。未生闻说法中，啊，这声闻人没有大慈悲心，而大乘法中一句虽少，有大慈悲啊。声闻法中，都是皆为自身啊，以为自身为主，而大乘法中是广为众生。声闻法中没有欲广知诸法之心。就是广知一切法的实相的心啊，声闻中没有。那声闻人只是想要尽快脱离老病死啊，但大乘法中啊有想要清楚明了知一切法相啊。声闻法中功德有限有量，而大乘法中想要穷尽诸功德。没有残留，像这样大小乘是有差别的。譬如金刚这个宝虽然是很小啊，它胜过一切的宝物，不能说啊这个金刚很小那么少啊不如那么多的财宝，也不能这样说啊。同样的，如意宝虽然是很小很少，但是它胜过一切的众宝啊。三千大千世界中阿罗汉的福德啊，如果跟以般若一句教菩萨啊，教一天啊，或者半天，或者一时顷，或者是很短的时间，那以般若来教菩萨，即使时间很短，他的福德都胜过教导这三千大千世界的声闻人啊，成就阿罗汉的福德还要多啊。此中佛自说因缘，此人自己想要得无上菩提，也教人令得无上菩提啊。自己行六度诸功德，也为人家说啊。所以自行又化他啊，这比较殊胜。菩萨及二处功德，如果不得佛道，那是没有道理的。二处功德就是自己修六度乃至一切种子，也教别人修六度乃至一切种子等诸功德。这样子自修又教人修诸功德，一定可以成就佛道。
尔时佛想要明了这个事情，所以引证欲证一切法空，不着空法，连空法也不执着，只是为了怜悯众生，所以把般若嘱咐阿难，希望阿难好好弘传。那佛有示现神通，令大众看到阿处佛，还有阿处佛土那边的比丘僧，还有菩萨，还有看到阿处佛的庄严世界。那佛又收摄神足，令此间的众人不能够再看到阿处佛啦，还有那边的大众，还有庄严的世界。那用这个来说明一切法不以眼作对亦如是，就是法不见法，法不知法，这一切法都不是到眼根所对境的范围。那为什么说这眼不见一切法呢？眼有五眼，肉眼跟天眼所见，这个都是有为作法，是虚狂不实的，所以说不见。而慧眼、法眼、佛眼，皆是无相无为法，故不可见。这里的眼，它不是见众生，这个是智慧的别名了，那它相对于肉眼天眼来说，后面这三眼所见的是真实的，那前面是说佛受摄神足，众生的眼就不再见阿处佛，还有大众，还有庄严世界。所以慧眼、法眼、佛眼，虽然是殊胜微妙，亦不可见。若不可见，亦不可知。能够这样的观察，视为无所着的般若行。无作等也是如此。所见的阿处佛慧，如幻如梦，就刚开始佛示现神通让他看得到，然后佛又收摄神通他又看不到，令他们了知众生也好，佛也好，或者是庄严的世界也好，都是如幻如梦的。能够这样的观诸法，是名菩萨行般若，名无所着，就是无所着的般若。而佛所嘱咐也是无所着，只不过是以大慈悲故赞叹般若。一切法虽然是不可思议相，而以利益众生故赞叹，而这样说，阿难，如是学是学般若，如果想要得一切诸波罗蜜，应当学般若波罗蜜，如经中广说，佛以无量赞般若，若佛智慧不可尽，般若功德亦不可尽。这代表说佛的功德，佛的智慧无穷无尽，那般若的功德也是无穷无尽。何以故？般若无量相故。而这名众等，就是名句文这些言语章句或者是般若经的卷数那是有量，如小品般若、放光般若、光赞般若等，这些般若经卷章句有限有量。那由这章句语言文字所对应的这个般若正义，它其实是无量的。阿难问：般若波罗蜜云何无量？
佛答：波尔波蜜相自离。啊，这离也是空的别名了哈。这波尔相其实空相，无自性，无自相。因为离毕竟空的缘故，从本以来啊，不生不极。那既然是不生不极，那就没有灭尽了啊。因此啊，没有灭尽而说无量。此中佛自说因缘啊，过去无量无边的诸佛还有诸佛弟子，用般若波罗蜜照明十方，度无量众生啊，皆共入无余涅槃。而般若波罗蜜仍旧没有穷尽，也就是说，有这么多的诸佛还有弟子啊，他们借着般若波罗蜜来度无量众生啊，又共入无余涅槃。可是般若波罗蜜仍旧没有穷尽。未来诸佛还有诸佛弟子，现在诸佛还有现在诸佛弟子也是如此啊。即使用般若来度化众生，这般若还是没有穷尽啊。譬如有人想要穷尽虚空，而虚空不可尽。般若波罗蜜等诸功德乃至一切种子也是如此啊。现在不会有穷尽，过去也没有穷尽，未来也不会有穷尽啊。有人知过去没有穷尽，而认为未来现在有穷尽啊。那因为有人或许会这样想，所以佛说啊，三世都无尽啊。何以故？诸法本无生啊，云何会有灭尽呢？佛之般若是真的没有穷尽啊。不过因为名字语言章句这个有穷尽，所以佛殷勤的阻累阿难好好守护啊。就好像有人以香油瓶来阻累子弟啊，虽然他不是特别爱惜这个瓶子啦，但是这个香油更加的珍贵啊！啊，这个瓶子因为他受持香油的缘故，所以告诉他的子弟：“哎，好好守护这个瓶子。”但是他的重点不是为那个瓶了，而是瓶子里面的香油。啊，同样的，哦，佛这样殷勤阻累阿难守护《般若经》。那其实主要是希望守护般若的意啊，语言能够支持般若意也是如此。如果语言丧失了、忘失了，那么般若意也就不可得了啊。而是佛为令众人信受般若啊，所以他出广长舌相啊，啊，以舌相来覆面，告诉阿难：“我今于四众中啊，把般若付嘱给你，那你应当好好的为众生解说显示分别啊，令众生容易理解。那为什么现舌相呢？这是世间法。”大家共知，如果舌啊能够覆盖鼻，这样的人他是不打妄语的。那舌能够覆盖鼻都不容易了哈，何况覆盖颜面，这更加的不容易哈，出广长舌。所以佛是众生，我从父母生身就有这样的舌相。欲以般若波罗蜜啊，令你信解，以汝等啊，因为你们还没有得到佛的一切智，不能够辨知。为了令你们信受的缘故，所以出这个舌相啊，而这舌相
是父母生身所得来的，那其实也是过去的他的功德啊，而现在得到这个相好的相啊，并不是以神通力所实现。佛于甚深妙法智慧禅定中啊，尚且不执着，何况世间八法？我们看一下脚注，刮胡二。玄奘大师的《佛地经论》有解释这世间八法：利、衰、毁、誉、嗔、饥、苦、乐。啊，得到可意事名为利。啊，利就是得到令人喜欢的事情啊，这是利。衰呢，就是失去可意的事，就衰损了啊。本来令人高兴的事情呢，结果衰败没有了啊，这是衰。那毁是什么呢？不现前毁谤啊，这个是毁，就没有现前啊，在背后毁谤啊，这名为毁。而赞誉呢，是没有在他面前当面赞美，这个称为誉。称啊，就是现前赞美，在他面前当面赞美，这个称为称，就是称赞。讥，就是在他面前啊，来羞辱他啊，或者是嘲笑他，这就是讥讽啊，讥讽嘲笑，因为讥。苦呢，是逼迫损恼身心，名为苦。乐就是令身心舒适愉悦，就名为乐啊。那佛对于甚深微妙法智慧禅定都不执着了，那世间的八法啊，嗔饥毁誉、利衰苦乐啊，都八风吹不动了啦啊，怎么会为了供养的利益而做虚狂语呢？于一切法中，就好像鸟飞虚空啊，没有障碍，但以本愿来度众生啊，大悲心怜悯一切众生，而以第一利益的波尔波蜜殷勤富足阿难啊，令阿难流通啊，对众生最大的利益，那就是波尔波蜜了，这是第一利益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